来，这边云清平，往上冲冲！来，你一人一冲，一人十冲，能打多少打多少冲！来，这边给我冲！是不是站得越高，看得越远？来，直播间的同学们，我站得这么高，我就看见了我直播间的每一位歌曲们，我看到了每一位给我打人气票的歌曲们！来，这边给我冲！那个男的是我的徒弟啊，家人们，人气票现在是第九名，人气票现在是第九名，第十名了，家人们，第十名了。来，我们直播间的哥姐们，能打一张是一张，好不好？第一张是最重要的，我要拿到上面来，我要站上面，站上面比较有气势一点。来，家人们，全体听我指挥，好不好？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人气票啊，人气票一人一张，第一张是最重要的，第一张有200人气值，当然咱们能多送几张送几张。第一张人气票1毛钱一张，一毛钱一张人气票，来我们往上冲，直播间的哥姐们来给大家发个秒包是吧？好，差点发错了，我的天哪！来多少张秒包，我们一起抢一抢，福袋我们也不要停，好不好？福袋也不要停，秒包。感谢我龟山舞，谢我们中太阳，感谢我们星球，谢我们黄哥，感谢我夜生哥，谢你我有缘，感谢我吴峰，谢福光哥，感谢我们六阳，来直播的感谢我们迪士尼，谢谢呵呵，谢谢我们柔柔，感谢美好明天，谢我们赵红春哥哥，谢我们爱和可乐，感谢我们夜生，谢我们一笑而走，感谢孤独有我，谢我896，感谢我们葫芦娃，感谢我们十秒，周迅哥来你一人一张，继续冲！来，给我泡给我，我来放。感谢我们小心，谢谢我们简简单单，咱们往上冲，往上冲，咱们不要停，人气票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冲。能打满的现在能不能来几位哥哥打满？我们已经500人助力了，但是还不够啊，500人助力但是不够啊，我们需要有哥哥能打满，感谢了你我有缘哥。家人们，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哥哥打满了，但是还不够，还不够，我们可能马上要被超过了，后面的追得很紧啊，家人们。来，咱们能打满的打满好不好？能打满的打满，来往上推动。我们家人们，我们其他礼物都不要，我们只要人气票，只要人气票，人气票1毛钱一张，一毛钱一张，咱们往上冲！只要人气票，欢迎我海港哥，感谢我 Jackie， 来，咱们抢到秒包的，抢到秒包的，全部都送出人气票，好不好？第一张是最重要的，感谢我海港哥，感谢未来可惜哥，谢谢我猪哥哥，能打满的赶紧打满，我们现在是第11名了。不要害怕。现在是520的助力人数，现在是520助力人数，继续往上冲！感谢我贤哥哥，谢谢我们柔柔，家人们，所有的礼物全部都换成人气票，欢迎我贤哥！感谢我们994哥哥，来把所有的礼物全部换成人气票，能打满。家人们，现在是550人助力，我们往600人助力冲一冲。直播间的2400多位哥哥姐姐们，我相信大家不差这1毛钱，真的不差这1毛钱。这1毛钱对于你来说可能什么都做不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们能拿到一个很大的荣誉啊！感谢我先生，感谢我公公。来，左上角抢到秒包的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全部送出去票啊！抢到秒包的送出人气票，好不好？目光会让你变得慌张，从不畏惧死亡。继续冲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！我们还是第10名，太危险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必须得冲到第7名，我们必须得冲到第7名，我们现在第10名。
谢谢我奔跑哥，欢迎我错哥，欢迎我帽子哥，还有没有打码？再来一位，再来一位，再来一位打码。602人出来打码，我们再来一位打码，有没有？咱们再来一位。感谢我们小二哥，来还有10秒钟的时间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还有5秒钟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谢谢大家，来我们扣一波。我觉得这就是爱。欢迎我们雨辰哥。好了，为了庆祝一下，来，我给你们唱，站在上面给你们唱一首歌，把这个挪近一点吧。对，第9名是的。来，子豪。直播间的哥姐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每一位哥哥姐姐们了。来，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歌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唱一首愿你，来一首祝福的歌曲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，好不好？来一首祝福的歌曲送给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。愿你生一个，生了吗？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时光能缓，愿你梦能安，愿你温而善，愿你心不烦，愿你时光能缓，愿故人不散，愿叫淼哥，蹦蹦到了阿林的那个，吓我一跳。淼哥好，叫淼哥是不太好啊。三哥好，三哥好，叫淼哥就行，叫淼哥，他们都叫，他们都叫淼淼。啊，淼淼，三淼哥更加不好了，叫淼淼有点淼淼，哎，有点小亲密啊。亲切。嗯，怎么事儿？啊，今天他们刚才还说让我连你呢，让我收拾你一下。谁呀？你家大哥，你家大哥过来说了，说淼啊，你收拾一下停这样的，这两天瞅了就不得劲儿。瞅了我不得劲儿，谁呀？谁说瞅了我不得劲儿？你家大哥现在榜一那个叫啥来着？我看看。你诓我大哥呢？我大哥，你诓我呢？不是，是榜一，是榜二来，叫什么？叫什么来？都17级灯牌了，14、18级的。刚才一个大哥说，你去收拾他去。我就没听他的，真的，怎么事？玩一把呀？玩什么？你说吧。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拿你最不擅长的来。咱俩唱歌吧，才艺局吧。可以可以，来个你最不擅长的，我们打个榜还是打总榜啊？啥都行，我啥都行。
尝试一下帮我打个榜。我一看到长得难看的女的吧，我就对，嗯，没事，我一看到长得帅的男人吧，我就想揍他。来吧，来吧，那总榜啊，我们来个榜十，榜十榜五加总榜，榜十榜五加总榜，对，好，来吧，嗯，玩什么玩就算，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这你们家的哥哥讲的啊，来吧，好，来，那我们重新来一遍啊，嗯 嗯, 嗯，喝点就得了呗，那这个是喝没完了，这渴啊，我渴，榜十总榜，总榜总榜榜五加榜十，榜十榜五加总榜，对对对对对。来吧，开始。家人们，淼淼家多少人啊？淼淼家8000人啊！看到帅哥就渴，那我再喝一口。我这边帅哥太多了。来，家人们，榜十、榜五加总榜啊！榜十、榜五加总榜，什么战榜呢？没打过，没和他打过。什么战榜呢？应该什么占榜呢？飞机占榜啊！我们先宝石姐把榜十占满，好不好？宝石姐，宝石姐把榜十占满，然后我们飞机占榜五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占榜，先占榜啊！来，家们准备一下，我们准备一下，欢迎金刚总裁。San Francisco, San Francisco, San Francisco, San Francisco。对，我们来准备一下，准备，我们打加成上啊，打加成上。San Francisco。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我不知道有多少能够帮我占榜的，但是我希望我们有实力的，我们一起占榜好不好？因为淼哥家应该比较厉害吧，我就和他打过一次总榜，没有打过别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淼哥。这心里莫名的有一点点慌张啊！来，家们助力人数，助力人数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来91个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先把加成过了，把加成过了，感谢我哥哥，感谢我公哥，我们加成直接占榜，加成直接占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哥们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还差50位，还差50位，还差40位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把加成过了，还差最后的30位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用我们最快的速度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们，等会儿我们能够飞机占榜的，我们扣个一；等会儿能够飞机占榜的，我们扣个一；能够保时捷占榜的，我们扣个二。我看我能不能够凑齐10个人啊？看能不能凑齐10个人。欢迎我伯利哥，还差2位哥哥姐姐们，一人一颗小星星来过加成，还差2位。咱们能占的扣好不好？能占的扣，真的。等会儿我占不起榜。对，打3秒，是的，打3秒。欢迎我们伯利哥，淼哥也是刚刚来到上五档啊，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。来，我们一起加加油啊，好不好？还有30秒的时间，咱们等会儿有飞机的，我们有保时捷的，我们直接站，直接打在加成上，直接打在加成上。我们现在我知道我们直播间有几个，我们伯利哥，我们有元哥，我们的公哥是可以站的，其他的哥哥我不知道有几个可以站，我们一起加把油好不好？他干嘛呢？他上来就2万票哦，哦，占了2个榜啊！来，家们打在加成上，来打在加成上，来我们飞机占榜，一起打，家们，来我们飞机占榜往上打啦！我们第一位在哪里？来个1号，好啊，我等你啊！来，直播间感谢我们伯利哥，谢我伯利哥刷了6个保时捷，感谢我伯利哥，感谢我公哥的火箭，来，家们直接火箭。直播间的哥姐们，还感谢我猫哥，谢谢我猫哥，榜五差3位，榜五差3位，感谢我猫哥，下面榜十差6位，榜十差6位，我靠，对面直接飞机站，对面直接是飞机的榜十，对面是飞机的榜十，我们也要飞机的榜十，感谢我先生，感谢我先生，下面我们也是飞机的榜十。我们火箭榜五，火箭的榜五，飞机的榜十，这样子我们才能拿下。咱们不着急，还一个加成，我们能占榜，我们现在占，能占榜的我们可以现在占。我猫哥能不能补一个飞机？我猫哥能不能补个飞机？我们现在还差5位，榜十还差5位，榜十还差5位。我们鱼哥哥能不能够占个榜？三秒。
秒是有实力啊，三秒哥真的很有实力啊。我们于哥，于哥今天能不能够帮忙站个榜？于哥，于哥能不能站个榜五？站个榜五。我看一下，我知道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有实力的歌曲吗？我们等会要打在加成上啊。榜十可能要打到一万，我们就打榜五吧，我们就打榜五，我们就打榜五。我们打榜五，榜十可能拿不下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我们就打榜五，就打榜五。我们要火箭的榜五，火箭的榜五。欢迎我枣阳哥，枣阳哥能不能够等会儿火箭，火箭上我们帮婷婷占一个榜五，我占个榜五。火箭的榜五打在加成上，打在加成上我们才够啊！火箭榜五打在加成上。榜十我们可能拿，榜十拿不了，我们就打榜五，就打榜五。对，火箭的榜五啊，我们都要打在加成上。我们现在还差两位，还差两位，我们最后还要补，我们就打榜五和总榜，我们就打榜五和总榜。我们现在还差两位，还差两位。我们榜十，对，我们火，我们榜十的话，我们放弃吧。欢迎烟哥，我们这是战略。欢迎文哥，知道吗？我们榜十、榜五、榜五差两位，火箭榜五差两位。我们伯利哥等会还能补个榜吗？我们元哥能补个榜吗？来，我们等会儿，等会儿加成上，我们还要补啊！我们加成上，我们要一起补。我们能补火箭的，补个火箭。我们欢迎山兰花开哥哥。可能要补嘉年华，我不知道要不要补啊，我们不着急，等加成，等加成啊，等加成。我们榜五差一位，差一位。我们能占榜的歌曲我们可以告诉我，能占榜的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可以把加油打在屏幕上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欢迎我先生来，咱们一个火箭过加成，一个火箭过加成。我们要占榜五的歌曲，我们可以现在帮我一根火箭过下加成。这个加成好贵啊，咱们一根火箭过加成，要一根火箭过加成，一根火箭过加成。咱们有没有哥哥姐妹一起帮舒婷把加成过一下？我们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把那个零点八过了，好不好？感谢我伯利哥，谢谢我伯利哥。来，还差一个保时捷过加成，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还差一个保时捷过加成。我们散票，我们一起众筹，一起众筹。散票之中，感谢我先生，谢谢我先生。我们打在加成上，我们现在榜五还差两位，我们现在榜五还差两位，感谢我们爱宝宝，谢谢我们爱宝宝。好，榜五差一位，我们只打榜五不拿榜十了，只打榜五不拿榜十。咱们对面现在有助接力卡，先不上，等加成上，等加成上，对面现在有接力卡。我们榜五往三千打，榜五往三千打，现在差一位，榜五差一位啊，往三万打，榜五我们现在差一位。我先生，我公哥，还有伯利哥，等会加成上能不能一人再补个火箭？一人再补一个火箭。榜五差一位，差一位。对面的榜三现在是两万票，对面榜三也是两万票，我们榜三也是两万票。来，咱们加成时间到了，加成时间到，我们来补榜。感谢我伯利哥，谢谢我爱宝宝，感谢我伯利哥。来，咱们补榜，我感谢我先生，感谢我先生，感谢我光哥。榜五，榜五，我们要补到三万，榜五要补到三万，感谢我光哥，谢谢我光哥。我们爱宝宝，爱宝宝那个失去的爱，再补一点点，感谢我光哥，谢谢我光哥，来，咱们补三万的榜，谢谢我光哥。三万的榜应该可以，来，咱们，但是爱宝宝还要再补一点点，爱宝，谢谢我爱宝宝送来的飞机。感谢我爱宝宝，感谢我光哥。对，咱们我们榜五，我们的爱宝宝天使哥不用补了，我们伯利哥，我先生，我光哥，你们还能够补多少补多少，好不好？能够补几个补几个。我们是榜十、榜五加总榜，榜十我们放弃了，我们打榜五，打榜五和总榜，打榜五和总榜。咱们直播间的哥姐们还能补的，我们等最后补，还能补的等最后补，等最后十秒钟。感谢我光哥，对，能补多少补多少。我觉得这次战略我应该没有错。
家人们，我们这把还有总榜啊，最后的时候我们直播间的哥姐们一起守好不好，最后的总榜我们一起守，感谢我阿三哥，谢谢我阿三哥，谢谢我先生，感谢我先生，来我们还有25秒的时间，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什么打什么，有什么打什么，来守总榜，还有15秒的时间守总榜，感谢我猫哥，一颗小星星，一个么么哒的不要放过，来咱们守总榜，守总榜，感谢我们爱宝宝，谢谢我爱宝宝，守总榜，感谢我哥哥，谢谢我爱宝宝，谢谢我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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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哪，太帅了，谢谢我们的启程哥哥，谢谢大家，我的天哪，把我的，我买了一个加特林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放那个，把那个上好，哎，行，你给我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我玻璃哥，谢谢我公哥，感谢我爱宝宝，谢谢我猫哥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拿下，等会儿给你们，我买了个加特林，你们看一看，来我们开麦吧，你看他的小表情，你看三秒的小表情，你看，来爸爸我们先开麦，奖励啥来着，刚才刚你不是说奖励给我发个大红包吗，不是你想多了吧那不可能，奖励我们才艺局，才艺局，哎，我表演个才艺，唱首歌听，三秒哥你现在是每天都播早上吗，我早上那目前早不是我正常，我都早上晚上我都播啊，以前没在早上看见过你，我早上播，早上播，嗯，早上应该刚播没多久吧，我一直都播早上，我八点之前播，好，来一段，来秒的一首翻唱歌曲《来生再续未了情》，重打啊，这首歌好听，重打的怕他打不过我呀，什么什么，我说怕你打不过我，有首机场 T2 来吧，嗯，飞往郑州新城机场的 C1 输了，那你看看北京到郑州的飞行距离为620公里，飞行时间约为1小时50分钟，我们初相逢，街上亮起了灯，那天你迷人的眼睛默默含着情，那一刻的柔情蜜意溢满了整个天空，那夜我喝醉了，你也说酒好浓，离别的时候太匆匆，彼此说珍重，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住我姓名，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雨中，挥舞着小手儿说一路多保重，我的心好疼，我的心好痛，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车流中，谢谢你能陪我度过这难忘的时空，今日一别不知何时能再相逢，我的心好疼，我的心好痛，只能把这美好的回忆偷偷藏心中，今生不能在一起，来生我把你等，再续我们这段未了情。好，
来生再续未了情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你唱着有点油油的感觉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也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。那我也来，我来一段。好，来一段，我们来一段曲中人吧，好不好？我是一个唱跳主播啊，也不知道淼哥以前可能没刷到过我。嗯，对，淼哥以前应该晚上播的比较晚，是不是？那是业余的，我呀。来，谢谢淼哥给我这个机会认识你啊！来一首曲中人送给大家。兄弟们，把你们的双手举过头顶来。好听，跳得好，演、yeah, 嗯。我主要是以唱，就唱，其实唱跳都一般般，但是我是又唱又跳的那种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向你学习，真的，你真的可喜欢我啦。那，被你大姐吃醋，你别喜欢我了。你多大脚啊？我多大脚啊？他问我多大脚？为什么问我多大脚啊？他问我多大脚啊？我就问问多大脚、啊。我第一次听到这，就我穿三五的。可以。还笑什么？可以。没事，我就问问，那挺好的，嗯。我要给你买鞋，我这不寻思给你买双鞋啥的吗？哦，那哥说你喜欢我的话，那给我送。反正我比他大嘛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没懂啊，问我鞋，第一次我听到这么荒唐的问题啊！不是，就是那个这个想给你买双鞋穿嘛，那不是见面礼嘛，这就好，就认识一回嘛。我多大脚？快过年了，多大鞋？不是，快过年了，我这不想给你买双鞋啥？我问多大？你确定啊？我等会把地址发给你啊！啊，你这当着这么多人面说的啊？到时候你穿我给你买的鞋，然后你直播你的，你看看效果，嘎嘎的。好，那必须得啊、哦嗯。那我等会儿就发地址给你啊。嗯，好嘞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么荒僻的问题啊！他问我穿多大鞋。谢谢大家的喜欢，谢谢三秒的哥哥姐姐们。没有，我是那种比较小脚的。我的脚是真的很小，我买高跟鞋我都买不到高跟鞋，我那买高跟鞋我都得定做，不然我买不到。身高我还有1.6米的呢，给我穿小鞋什么意思？穿小鞋，哎呦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话呀？你们好重好重啊，这个不行。哎，你帮我举一下，这个有点重，家人们。按哪里放啊？我第一次放啊。哦，我，那、啊、你帮我拿着话筒，我自己来。
人世巨星，这是率性，我任性而前程亡命拼命。哪个？你说怎么了？喜欢无实力真性，横行全凭本领，我可变世巨星。三、二、一。无不胜，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，让乱世真怎么提前告诉我？我都怕我开了哪个开关。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，叱咤风云。哎呀，我不会。八岁往后看，翻天覆地，我定我写，自我的法律。这里空我闪烁眼光。重新装一下，我要一次性放三个炮。它不是三秒吗？我要放三炮。天生我喜欢。你来，你会，你来，你来，你会。等会儿，我要重新放一次。欢迎我先生，我都要重新放一次，我要放三炮，三炮一起响。来，我们继续唱，我们先来唱首歌啊，等他把那个炮装一下，等那个炮装一下。不是三炮，是三炮啊，三炮。他叫我输，他叫我输三炮，这是谁？这谁叫我输三炮？开炮不擅长，那你擅长什么？真的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我直接按个扳机就可以了，对不对 ？OK。来，拿着话筒，我又来了。我应该对着你们放吧，应该是这样子放的吧，放错了，应该是这样子放吧。我为什么要对着天上放啊？谁说对着天上放？超级武器，是的，下次我要对着你们放。再来一个啊。等会儿啊，来，我们先唱唱歌好不好？唱唱歌，等我秘密武器。好，来，我们唱唱歌，再来一次。来，我们三三点到60万赞。要上炮啊，那个上炮要时间的，那个上炮要时间的，快要对准我自己。不行啊，我会被炸死的。等会儿炮要对着你们，来一首。我要找到你，来直播间的哥姐们，你们把你们的地名打在屏幕上啊！来说我要找到你。把你们的地名打在屏幕上好不好？我把你们都唱进我的歌里。下次打三秒的时候，我先把炮准备好，放在那。
在说话模式。刚打完，对，我刚打完。那应该刚打完，正好现在应该没活力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，你直播间多少人？你人多的话给你打。没多少，直播间才200多个。嗯，多少人？200多。我不信，我过去看。真是200多个人！我的天哪！没看我们开始小号吗？那不两边人越打越少吗？嗯。您刚打完，人家刚打完。俺没打呢，主要是。那我们，哎，这个号互关一下吧，我们再换一个。好，我跟你互关一下，我可以给你打个总榜，没问题，总榜没问题。行，就打个才艺局啊，我们就打个才艺局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都来了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毕竟平时我打人机票，我打人机票的时候你也帮我啊。必须得。没事，反正我们家没放心嘛，我们没什么条件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来吧。来吧，就才艺局啊。行。对。认识一下，你怎么我早上开大小号了？谁买的柿饼子嘞？谁买的柿饼子嘞？你好心人，好心人嘛。这边还是有2000多个人呢，还是比我们人多一点呢，还小号都比我们人多呢。我们唱歌，对，我们唱歌就好了啊。恭喜我们伯利哥喜提41级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